哎，您好，您是门府良吗？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认识阿信吗？我认识啊，他是我战友，3年前因为生病没了。他是不是跟你借过2万块钱？是。他没了之后，生意比较惨淡，家里也比较困难，这钱就算了，毕竟我们是战友，还是好兄弟。我是他哥。他走之前呢，我答应过他，他的所有债务我来偿还。这3年我把房子也卖了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兼职干代驾。您呢，这笔也是最后一笔。毕竟谁赚钱也不容易，欠你这么长时间，对不住了。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兄弟，谢谢你，一诺千金。